对，我记得你是外久无出来唱歌哈？嘛无外久，我有咧做公益啦，加减有咧做咧做。哦，做公益去唱歌呢？唱歌。我听讲你拢咧厝咧带孙。带孙是四年前吧。啊，啊，即马无咧带。长大了。哎呦，我要找出来，我歹找咧呢。啊，都安尼，我袂输按翁仔底甲挖出来呢。找这个找那个找，无尾也是东燕给大家找出来。哦，因为我们是脸书的朋友，脸书的朋友，网友啦，哎，网友。你真的较早甲你讲，你系小兵找甲要掠公去。啊，终于把它找出来了！真的，你的宝刀未老，应该在两年前也有来过节目一次，有唱的那个疫情之前，疫情就来过唱《钢刀雅舞》，去告赞。你刚刚唱歌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这样，惊讶，对啊，你今天卖古弦，然后那个因为靠靠卡。这是外特色啊，其实嘿嘿，对对，很多人说，以前的唱歌个变脸高啊，就是那个翻跟头，少年的孙呐，少年，今麦无法多变啦，靠顶头嘛，哎呀，对吧？靠顶头嘛，哎呀，啊个顶头冲倒来，下个冲倒起来呢，今麦无法多啊，大佬，今麦无法多，今麦吼已经，我已经阿妈级别呢，我煞唔知，对不？今麦这个位。拢十几岁呢，哎呀，死人加起来多过二岁，十三岁。来，我叫你自我介绍，我先自我介绍。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男如姐》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有听过？都没有，也没听过。没有，因为他唱歌的时候。您拢阿伯的妈妈的巴肚内底，连一杯糖都唔是。阿伯，还没着床。我嘛，可能恁阿爸我捌听无。阿青，你捌看过伊无？也没有。你嘛唔捌，因为恁阿爸几岁？38岁。38。35、36。35、36。伊阿爸才35。对对，爱来十几岁才捌过啦。嘿咩？哎，我看玉叶姐，你捌看过伊无？你知影？有玉叶姐。啊对嘞。男如姐小我5岁耶。啊。那时候我在做秀的时候，还有在驻唱的时候，就跟他一起表演。所以呢，互相无熟悉。啊，今晚知影他叫做谁？男如姐。姐姐。叫姐姐啊。男如姐姐。所以你们刚刚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很惊讶？我看到你们五个人在那边看，表情都很惊讶。呆滞。因为他把麦克风给拉到。对，听看他唱歌，你们是什么感觉？觉得很厉害，然后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应该更厉害。你一直功一捞啊，没有，宝刀未老，年轻真的更厉害。他年轻一面翻跟斗，哎，是翻跟斗翻好的，然后麦克风放地上翻，个曲个唱，然后下腰，然后按到一条落来呢，哦，很厉害呢。以前是高凌风，恁未来的翁。宝弟，谁是宝弟的老婆？谁是宝弟的老婆？大哥，恭喜你在一起啊！大跳宝弟，不，那个，你们最后大哥，我嘛是音波，我嘛是音波，讲话不也讲声，我听无呢，讲话伤细声。最后你们是讲了什么？来跳广场舞，来跳广场舞。来，你个讲一摆。那哪去跳广场舞啦？啊，想新鲜呢。那个新鲜，你看这款人来唱来看。哦，那我们全世界拢来跳啊！对啊，我厉害呢。对，不是厉害。新马伯啊！不是厉害，偶然如解读啊，一点。啊！别，不是因为他的动作，你刚刚最后那个动作你自己也不知道吗？对啊，蜘蛛人。因为他说，因为后面他那个，因为我暗淡玫瑰，他是有加后面，对我有点突锤啦，有吗？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吗？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，不然被喊卡。是你那个最后的那一句。我跟你讲哦，你问伊哦，伊表演十摆拢没我敢，我敢哎，他是很随性的。不管春风怎样，也是吹不熄我。我莫把的恨啊，今日除了暗淡的月。降龙十八掌，你要惊死人！你就是安尼，真假的吗？你就是安尼。我讲我听一下，我看听，我听你唱歌，唱歌我救军。我唔管啦，我真的这样吗？哎，听讲你一摆唱歌，你麦骨无去哦。因为阿老子啊，伊爱唱歌。喂，叫咩卡？加啦，想喊过啊啦，你啦，来来来。
阿嬤我跟你沒熟悉，趕快自我介紹一下，給他認識一下。來，第一位 Kimmy Bye。 Hello， 我是雨靜，我今天那你再叫 Hello。 老師好，陳如姐姐。姐姐好，姐姐好，我是雨靜，我今年13歲，來自台南。哦，來下一位。陳如姐姐姐好，我是張思源，今年16，快要16了。快要16了，那讲15好的。来自嘉义。啊，嘉义啊，我嘛嘉义啦。哦，同乡同乡同乡。哥来，姐姐好，我是队长张嘉瑜，现在17岁，也来自嘉义。哦，啊，你也嘉义哦。对对对，同乡同乡。哎，同乡同乡。姐姐好，我是干妈，我干妈台北人啊，系啊。哦，伊台北人。他是几岁？14岁。啊，14岁。我是足古锥的。你是上古锥的啦，不是上古锥，我是上古锥。好，过来过来。姐姐好，我是佑真，我今年13岁。啊，来自南投。13岁。国二。13岁，两个。国中二年级。13岁，两个13岁。嗯，较多吼。无啊！你看伊那皮肤，我头一天我叫是讲，伊穿丝袜，白苍苍安尼，去后帮个天气。啊，拍死，换一边啦。啊，而且刚刚他们五个在唱，哎，那个赖慧如感叹，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就跟他们一样，很小的年纪就出来唱歌，所以他觉得说，哎，看到他们觉得说，我现赖慧如说回不去了，现在变熟女了啦，熟女。哎，今晚已经变妈妈了，年轻真好，嗯，年轻好。好了，阿嬤阿嬤，哎，阿嬤跟阿孙的纪念嘛，卖用饼那个合作，合作赛，合作赛，可以哦。帮我多几条吼，安尼都你也用求伊来要求安尼，你不会的话都要学，你知道吗？阿嬤的年代你们也要会哦，因为阿妹叫阿嬤唱，恁这伊不要啦。阿嬤唱，阿嬤唱的，新的不要唱。啊，唱一个啥？但是我印象吼，我们当歌星，以前当歌星其实要很拼的，是啊，就是第一个要很会唱，是，哎，要很会跳，是啊。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表演那个翻跟斗？翻跟斗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实力，要特色，没有特色，在台上就被淘汰了。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老板就不要你了，因为伊的这款阿萨里哦，嗯，你拄仔不是讲兄弟安怎哈？不，伊的唱歌伊讲的是打破人的气口啊，啊，拢有老兄弟的滚喉。哎，兄弟看伊唱歌，听了一段时间，哎，甲咱有些讲，咱会使结拜未？你做我大诶，阿你去。动作一查甫，就可靠的啊！我也都是真侪乌多的兄弟们呐，看到伊拢叫伊大的大的，拢叫伊大的呢。他们都蛮喜欢听我唱歌，唱的真的太好。像以前那个我们的杨老板哦，杨登魁先生，他们叫你大的哦，无啦，可以啦。他年轻的时候哦，他只要去喝酒哦，他一定要叫我去唱歌给他听。哦，那他是想咱请做。伊不是伊要听，伊感觉你去唱爱有面子。对，因为兄弟拢爱听这款歌。你迄阵我真少年呢。我算唔知。10几岁啊呢？哎呀，人伊嘛真少年啊！你讲安尼，来，我觉得哈，歌好听。什么歌？哎，那来歌好听就多听歌。OK， 嗯，来唱一首日本歌。哦，日本歌伊无多啦，你无你会找一条了日本歌有国语的迄种诶。哎，阿有歌，哪一首？哪一首？降雪，降 ，Yuki wa furu， 雪花正飘零，什么？您捌听过无？有听过？有，可以吗？可以跟他合作吗？有，有信心吗？动作如果临时讲的不整齐也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太临时了。你歌声我天亮讲，歌声你无法度改变，不过恁的青春是伊无法度回不去了。所以这样一起来这一个哈，叫做降雪。Yuki wa furu， 阿孙饼。哇！啦啦啦！流眼泪。啦啦啦！你真的要流眼泪？首先是怎么样？现在全台湾哪里看得到这样的节目？那我第二个要流眼泪的是，我想这五个音啊，在记在你袂掉，绝对无法度。尤其你个改，你个各位橘子还出大招，好可爱啊！怎么都是高追啦，高追加高追。而且我讲真的，刚刚那个画面非常的搭，和谐。本来以为不和谐，其实非常的和谐。那个有一种感觉是说。
南露姐唱完歌以后，其实五位好像又回到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感觉，在跟他做互动。我真的好看的节目，我很容易感动。我现在不容易为什么事情生气啊，大笑啊，或什么哭泣啊，都不会了。但只要是好的事情，我都容易感动。对对对，姐姐本来就感情丰富，感性呐，哎，那不过多性感，更感性。性感。高兴，高兴，我很担心，但是很可爱。我刚刚拉了一下，我想说，哎，可不可以？但是我不敢拉的太过。啊，但是全世界嘛，干那你敢去指挥孔锵老师呢？张飞遐个当时要开始，当时你给他点你，我今天要给他访问一下。孔锵老师，你被指挥是什么感觉啊？被指挥，被控制，被南露姐指挥，我上。音乐大师他们是喜欢能唱的，对，跟他能够配合，爱才，所以他宁愿他干不完，给我的机会啊！不是，因为我拢唔干咧，老机会，我老朋友啊，哦，老朋友，老朋友啊，我从来唔捌甲孔锵老师，我唔捌咧，干哪里呢？南露姐出道的时候，孔锵老师都还没出道啊，是哦，对，真的吗？差不多时间，差不多时间啦，在天王西餐厅，东尼南露姐哈，她是又能特技哦。又能特技，又能舞蹈，又能唱歌，是高凌风力捧的人。哎，不然那也不跟你捧啊，不然。是不，你不介意啊，先呐。咱卖讲这个，这是你没有潜规则。问这个问题吼，刚才有点敏感嘛。Me too， 对啊。唔是啊，拄啊，大家开讲啊。哦。侬讲什么介几摆有无？讲你今麦咧是咩？结果你是介几摆？一届呢？哦，一届呢？一届呢？都无人要，都无人要错啊。一届迄个打波就倒啊。你讲我想哪？我想哪？我娶一个打波的。不是，伊讲暗时啊，笑笑的，也是欢喜。搞的，对啊，刚才的，对啊，这不要懂。今天节目真的很精彩，来光好寡们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歌手们，真的都是各种好手，非常的欢迎你们哈。还有一位老外哈 ，Welcome， please come again， Taiwanese song 哈 ，next time 吗？啊，拜来唱 Taiwanese song， 伊即摆嘛唱 Taiwanese song 啦，是我听到尾啊才听有。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哈，啊嘛感谢你欣赏我们这里好看的节目，别忘了每周我再送给我们精彩的我爱皮皮秀。